这些美国在我国的侨民，他们中国文化漫游项目之一是认识中国针灸。今天上午他们在参观了中西医针灸医疗中心以后，到女青年会的大礼堂，由崔九博士介绍中国的针灸术，并且由黄明德医师做示范的表演。他们对于中国的针灸术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同时觉得很神奇，